在赛场上更是连战连胜，所向披靡。大师姐，会长打电话让您过去一趟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开车吧。好的。程大小姐终于醒了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有人给我们钱要他妈你的命。大师姐，会长打电话让你过去。有助理。就是这个小辫儿撞见我们绑架程大小姐，我只好把这个倒霉蛋绑来给你作伴。放了我们，他出多少钱我出十倍。程大小姐真是财大气粗啊。刘耀岁，你上个月哟搁着拍电视剧呢，你欠我老大的钱什么时候还呢？这也没有。刘老四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我操，难道又错地方了？行，不好意思啊哥，不打人拍电视剧了。老大，刚才那个人他喂什么有撕票？对不住了，程大小姐，还有这个倒霉蛋。住手！老大，有人来了，撤！两人头部各有一个钝器伤口，不是很严重，明天应该就能醒过来了。谢谢你。倒霉蛋，我们身体互换了。你把你妈的命给我还了！我的身体现在很危险，必须马上还回。刘助理，我需要一个贴身保镖，会有一个人选。对不住了，兄弟。还有这个倒霉蛋，我们身体互换了。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互换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先生，这里是病房，不能乱闯。吵什么吵？我来看我闺女不行啊？我这个身体的爸爸，不是被绑架了吗？这不是还活着好好的？当年。就是在这家医院，你妈被你害死的，你把你妈的命给我还回来，把你妈的命给我还回来。一个爸爸居然这么恨自己的女儿，不要钱就死了，是有人想要我的命，那我的身体岂不是很危险？医生，今天和我一起送来的女生在哪？大师姐，你喝的水里还有大量乙醚，是我没有检查好。我现在应该来不及装失忆了吧？大师姐，你再相信我一次，我一定会查出凶手的。算了，还是先应付过去吧。那你还不赶紧去查？啊？哦，好。现在你怎么办？作业还没写完呢。你是我？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身体互换，但我的身体现在很危险，必须马上换回来。可是怎么换？难道是准备好了吗？三二四个啊，行了，看来一时半会是换不回去。咱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你身边的人都不能相信，得找个人好好保护你。我知道了，你这么跟刘志伟说。好，至于幕后凶手，我一定会抓住他的。刘助理，为了避免以后的危险，我需要一个贴身保镖。好，大师姐，我现在就去找。不用了，我有一个人选。大小姐，以后我就是你的贴身保镖了。你现在不是真正的特务，千万不能轻重。大师姐，会长和夫人要来看望你，已经到楼下了。什么？你还被揭穿了？
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红？我的身体现在很危险，得找个人好好保护。刘助理，我需要一个贴身保镖。现在学生作业都这么多了吗？你现在不是真正的成功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要是被发现，我们就要被拉去实验室解剖了。好，但是我还得上学，我的作业我替你去。好。我都毕业好几年了，居然又要写作业，耽误于事情。哟，王不凡，听老师说你这几天请假了，怎么那个酒鬼爸爸又打你了？这个王不凡怎么在学校混的也不行？王不凡，我让你把我书包捡起来，你听到没有？你为什么欺负我？为什么？你这种有妈生没妈养的人，我欺负欺负你怎么了？王不凡，我让你把我书包捡起来，你听到没有？那你捡起来没救了，你聋了？你在干什么？林助教，林助教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在这儿怎么能看到你们欺负同学？对吗？他是助教，那学习肯定很好。准。下次再让我碰见，把你们家长叫过来。哎，你肯定学习很好吧？啊，原来不上学的生活这么快乐呀！哟，你还有个弟弟呢。嗯。我现在给你介绍一下你的身体，也就是我的情况。啊，我叫程洛，今年25岁，是一个跆拳道职业选手。我爸是跆拳道协会会长。哎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们家世代经营跆拳道。跆拳道，跆拳道你知道吧？我们家的情况比较复杂，很小的时候我妈就去世，后来我爸给我娶了个次媳妇，又生了个弟弟，你懂不？虽然是我和我爸和我继母的关系不怎么样，但你一定要小心别露馅。程洛的家庭。好像比他说的还要复杂。哎，程大小姐，你为什么找我当你的保镖？因为我身边的人都可能害我，但你不会。有眼光，我肯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我已是跆拳道黑带。嘿，呼，哼。对了，按照这种豪门伦理电视剧的套路来说，绑架你的事儿肯定和你继母有关。或许吧。但是大师姐，会长和夫人要来看望你，已经到楼下了。什么？我要被揭穿了吗？这就是程璐的爸爸吗？两个月就是今年的世家跆拳道大赛了。跆拳道大赛？我哪会啊？虽然是我和我爸和我继母的关系，但你一定要小心别露馅。会长和夫人要来看望你。什么？这就是程璐的爸爸吗？身体恢复得怎么样？好多了。绑架你的人有线索了吗？会长，警察正在调查，会尽快有结果。程洛，不是阿姨说你，你一个女孩子家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，被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盯上也是难免。这位夫人，不会说话就别说了，女孩子嘛。对了爸，这次绑架就是瑞峰救了我，我决定让他做我的保镖保护我。派些人手保护程洛的安全，凶手务必尽快的查处。好的。还有两个月就是今年的世家跆拳道大赛了，请好好准备。跆拳道大赛？哎呦，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忘了，不会脑子真的被打傻了吧？这以后你爸怎么接把家族企业交给你呀？这太快了。哎，叔叔，程洛上次脑袋被撞，医生说还没恢复。爸，我一定好好恢复，抓紧准备比赛。叔叔，我是程洛的朋友，你好。查一下程洛这个朋友。好的。你可算来了，够吓死我了。好了，没事了。你继母可真不是什么善茬。对了，程洛，你们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大师姐，会长打电话让你过去。知道你很帅。从不动声色的换来那瓶水，这个人一定对你很熟悉。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。还有那个什么跆拳道大赛，我哪会啊？你条死弟弟，这场比赛对程璐来说很重要。你那个师弟有点问题。